今天和小伙伴们又来到了 Mulcahy Peak， 照常从 Peak 走下，看看和上一次相比有没有什么进步。昨天在另一个地方练习了转弯，所以期待今天大多数弯都能顺利地通过。这几个礼拜实在是好累，出来骑车子真的是让自己身心都放松的活动。现在秋天到了新西兰冬令时了，天黑的早了，下班以后能骑车子的时间也很少了，而且刮大风下大雨的天数更多了，所以要特别珍惜能骑车子的时光。自从骑了车子，我的体重都再也没上去过，一天喝两罐可口可乐都顶得住。当然还是不推荐大家像我一样这么喝可乐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这一小段是上坡，有一点速度冲上去骑就会省力很多。我感觉我的变速似乎有一些问题，这条路全都是石头子，对我这个单臂真真的不那么友好。接下来全都是下坡了，让他们快地先走。速度差距从现在就开始展现了，没一会儿前面人都没影了。我骑着骑着左腿就很酸，有时候就得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厉害的人都是全程站着的。前方有一个右转弯，应该是不难的。完了，紧接着一个左转弯。还可以，前方有一个右转弯，不错，过来了。每次到这里我都得掐一下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看看别人是怎么过的，我就是有点害怕里面的碎石头。我觉得其实我可以过的。OK， 让我思考一下。走外弯就很容易过这个了，下次我一定要过了它。前方一个右转弯。完美的很，
前方一个左转弯。我觉得自己棒棒哒。来了，做转弯。原来走这。前方又转弯。前方做转弯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是最后几个弯。现在就一个弯没骑下来。现在是骑 Three Brothers 三兄弟的最后一个兄弟，这条道感觉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在骑 Smoking， 这条道有意思，有很多弯，而且有很高的弯墙可以上。
练习转弯的好地方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条道的第一个大弯。轻松难言。前面的碗有很多大石头，希望这次可以过去。过去了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。哇，今天这次居然过来了，太感人了。看到了前面的左拐。前方有一个右拐，这块就出来了。开始转弯，三个弯都过掉了。没有这么大哦。
接下来开始骑 swing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他哦 swing， 然后这里就直接下到 main park car park 了，是吧？这条道也是超多转弯可以玩。我想起我第一次来这个 park 就被忽悠骑了这个，那一次我摔了好多次，基本每次转弯都会摔，但我现在变强了，希望可以顺利地下来。
还是不错的，万几本都齐好来了。除了最后刹车以后没站稳都很好，这说明了最近对转弯的练习还是有用的。下一步就是要克服对速度的恐惧，只在转弯前刹车，尽量不在转弯时刹车。我们又上去了，被电车拉上来真的好舒服，自己骑电车上来更舒服，真的又被安利到，可能骑完车子就下单电车了。这一趟和上一趟基本差不多，我自己感觉有一些弯处理的不如上一次好，有可能是因为我摔跤受了点伤吧，控制力没有上一次那么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这一趟我懒得配音了，反正和上一趟基本一样，除了没骑 peak flow。
了。没事啊，走。个人对于今天的骑行还是很满意的，在拐弯技术上真的有所提升，期待下一次下这些道和拐这些弯更稳，还能带点速度吧。大家下一次再见。